就一个转点，就一个招，这么快，大概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好了，有用吗？你快，对面，张老师，这个关键是啥？咱们这个，还有用吗？来，撤掉，来，快撤，快，有用啊！马德林先生，哇！这一脚踢得帅，真帅啊！好，然后这个麦老师，你可能稍微给我挪个眼的位置，然后那个丁老师要躺在你的位置，然后挪个眼的位置。我再换一下，你活不成了呀！你活不成了呀！好，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子 ，OK。好，来，摄影开机。第二次。来，演员老师准备，开始。丁老师走，对，灯没变。好，来停。啊，不不不，不是这么明显。来，我们回放看一遍吧。来看。准备开始，丁老师走，来过，好，好。来，安静，准备，开始。哎呀，笨死了！看着啊，你按这。还是一样的，关于友情的部分多一点，友情内容少一点。OK， 就唯一的就是我们这次两个人已经是坐下的位置了。OK， 快快点，你别玩场面。好，继续继续。OK OK， 好，可以可以可以那个，这个停 A B， 过，好，来我们闪亮灯。啊，我们不用反方向了，因为刚刚视角比较小。对，继续管我的啊，继续管我的啊。对，这个时候他说，他说你什么？突然觉得不行，不行，不行了。哎呦，急了。对，你不行了啊？这是为啥呢？你别尴尬呀，哥们儿，又这么尴尬呀。哦，过去了，这里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了。其实我不行。这么好，这么克制我水烟盒了，这有点大起来了，像我水烟盒了。点地呗，哥。哥，你们怎么走的安静的？你怎么走的？才从哪躲的？还要红眼吗？不，你从哪？我也反正。他不是这样，到最后这么泼你吗？你从这儿过去，他就隔着这个在泼你，是吧？来，大哥，在这个场景当中，你一会儿还是更假的。就是带给我们轻松一点的，轻松一点的话，就刚刚。
那个圆的那个叫啥呀？叫什么？大哥，大哥，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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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这个小学生的机操吗？谁爱造的？没造就是唱的不行。对他这个比较劣质。起身过去，但是蓝轩是一个怎么讲的？就是有一丢丢变态人的，有一丢丢变态，也有一丢变态人的人哈。然后哎。这个杀人事件其实你一直在关注啊，你现在终于遇到了，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个缓缓起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把两个人物聚合开一下，细节郭老师跟你们沟通。好，好。这你肯定在这儿，在跟着你试试这样的，周围的，不，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，我来转你，来，别看，哎，你看有点力度，有点有，对，不要太快，你这我要，这手。对吧？我有一个酒，你俩别盯着，你看我一转，其实咱俩是在演，但别人感觉咱俩是在，是吧？往下。其实一场戏里你们在画画吗？你故意的，你要找自己故意穿的衣服，知道吗？他要买就穿，然后你就指着他说。说我为什么咱哥俩那么好？这平常我不能穿，就你能穿是吧？老弟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哥们儿，咱这电车牌吗？玩呢，闹呢，凭啥呀？骂呢？一个三种也行，这行吗？欧宾豆，跟这是通的吗？不通的。我今儿就得穿，咋了？我就了当。咦，你是伢嘞？这样，然后从这样，然后连起大概四个就能行。两个，我是这个，你看。这直接用圈槽啊，那是钩啊。不能斜的是吧？可以斜的，四个就行。那不四字行吗？你讲那么复杂、啊，管得着吗你？你不能这么连呀，哥们儿，你没有支撑的呀，你必须得向下支撑的。什么叫向下？笑啥？
这个没啥。你反了一个就是厂商了，反了一个就杀了。这一场你的眼睛好漂亮，我就这一场吧。小马，自己过来。那别跟我聊这个，是黄色的，应该是。鼠标跟他一个品种吧？他应该是一个。那感觉他比鼠标大那么多。是什么陨石？啊，男陨石。啊。他的眼睛有你大。我找。为了点颜色，要真蓝。花姐，坐。花姐，坐。叫啥？佳琪。佳琪，叫啥呀？我已经是佳琪了。好，佳琪，佳琪，哎，帕奇，帕奇，你要叫佳琪是不是？坐，啊，握手。你叫佳琪握手。哎，他怎么趴下了？因为你第一的话，他就觉得让他卧倒。是，我叫佳琪握手。好乖啊。感觉比柴犬安静好多。如果忽然在这，他已经飞起来了。来，三老师，我们转到这儿。来，帮我帕奇。帕奇 ，come here。OK， 这儿。啊，他听英文的。是这样。帕奇，接到。好，我们把位置稍微调整一点点。坐，帕奇，坐。啊，柴犬，芒果人。对，他是。帕奇。对，他是。坐。坐，握手，好。Okay. 要是走，帕奇，翻，转。有拿着吃的，拿着吃的。其实也可以不扣，但就是要定一个路。没事。OK， 来听。好，可以了。还有，好，来小鹿，把它逗起来是吧？对对吧？我们稍微可以逗起来一点点，手动大一点。对对对，然后表演区来，我们给个起伏。好 ，OK， 好。啊好。对。已经在起伏。是。OK， 我们。有没有？我知道了，小陆老师把那个球拿过来。我们也跑动一点。对，如果拿东西，那个零食直接扔给佳琪，佳琪拿着之后再，对吧？对，我们拿球。佳琪，帕奇，我们让小丁，快点，站在这个，站在这个中间，小马在这儿，然后他动吗？他动啊，我们你们都是往后边退，退的时候小丁把球给小马，小马再扔给小张，因为他肯定就会追着球跑，这个时候我们转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走，然后你们两个就推到。就是跑到那个红线，黄线，白线，那个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继续互动就行。好 ，No problem。好，来把球给他吧，球给老师们吧。好，陆文文，好。这就是第二个层次。我去试一下看一下，我可能弹不弹，我想弹。先站着，对，这个，然后后边冷水的地方是吧？对，好，那是咋弹来着？但是视力都会好的吧？也不就不用看它，就看着前方，因为你也在想一个人生哲理是什么问题。好，他们已经有的大三了，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对呀。我的大二，我觉得你们进步太大了。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接触还是有点少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你播音嘛。对。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第一次那个我去的时候，你让我们不是还有您带的学生过来那个表演吗？对。我也记得那个了，你另外搭一下。对对对。我演一个公司的上司，我。对。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。一转眼两年多。我想想，2021年，两年了，可不。来，睡上肩。
吃冰淋，他总会好的。它颜色很好，很少见。嗯，还挺好的。我在这儿呢。边牧就很亲人。我这，我没嘴，我就坐在身边。可能我在喝个水，忽然都不见狗影。真的就这么夸张？我们胡安老师风评被害。但他倒是能找回来，就是他很太兴奋。嗯，他精力旺盛，很旺盛。没有啊？哪个是这样躺的？哪个部位要停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最近在这儿锻炼。咋啦咋啦咋？鸡呀嘿！这个，挺好说。啊？下山去，往后点。啊？哎，不太对哦。好看，好看，不笑。不笑啊！小宋不笑啊！很快笑。3、2、1不要笑啊，老师们，不笑，挺好的。哎，老师们，老师们，来，三，老师们，谁在录？啊，老师们，让我来。你们干嘛？让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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